他没戏，我没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因为海边嘛，我们就会去骑脚踏车，去海边骑脚踏车。骑力车吗？两人的，一人哦，各骑各人，然后去拍照。我靠，这一招啊，小刚。然后我们还有去泡温泉。请问你从小就被人家称作台妹吗？自从出了这个电音舞曲以后，人家才开始叫我台妹。不过很少人说我很台，大部分都说我很正。啊，那当然，很美很美，就像很多人都说我很帅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你们很配啊，一个正一个帅，我有给你改到。对对对，就是古关怎么样，还记得吗？对啊，那个以前嘛哦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报告一下，他们两个是我们以前在拍《大兵日记》，号称金童玉女的一个最佳。干什么啊？观世音菩萨啦！可是因为所有的阿斌哥他最帅，那所有女生我最美。对，所以这个正一个帅，这个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我记得那个事情还有上报过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标题是什么？什么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你不要张冠李戴哦，那是接在你后面哦。我那个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哦，对，不一样。真的被写成这样吗？因为都是他拖累我。怎样？他要把萧强，凭什么？不是，不是真的要把，只是人家记者是好玩的，其实标题很耸动，其实内容都没什么。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啦，怎么写拔就拔了，怎么样？你像你常常穿短裙啊什么的，那你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常常遇到咸猪手？表演碰到咸猪手是不会，因为我只有打歌的时候才会穿这么短的裙子，因为像那个劲歌热舞，劲歌热舞真的你穿长裙很怪嘛，对，一定要穿这个短裙。那通常的时候都会旁边很多。有 dancer 啊，或者是有宣传人员，所以还不至于。通常碰到咸猪手都是私底下。私底下，私底下什么样？私底下他怎么咸猪了？比如说工作同仁啊，或者是一起工作的男演员啊，这一类的。故意的，会故意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没有。他当然是说他现在了。现在反而比较不会，因为我看现在又不会，前一阵子。刚出道的时候，不是说他谁？你们同时看我，还是人们？这个可能就是人家拒绝的理由。哦，刚出道的时候，对。那会不会常常遇到那个台客来追你？因为你是台妹嘛，一定吸引你很多台客啊。台客的方法就会很台，你知道？哎，强姐你好不？他就说哎，等会红趴姐红趴。趴姐，你不爱我啊？被夹冰了没？被夹冰了没？对啊，因为台客就是有时候会，有时候到南部去宣传，然后碰到这样子的台客，那就算他真的喜欢你，也被他吓到了吧？你的签唱会结束之后，现场是不是很多地上都有槟榔汁？也会耶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还呕吐物，喝太醉了。对。我有一次，那之前去年练武功，那个到南部去签唱，就结束了以后，看到好多呕吐物在下面，看到吐。喝太多了，太亢奋了，看到你本人。看我太嗨。可是我们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我看经验小女孩哈，很清纯啊。哦，你没被他瞪过嘞。十六岁吧，瞪人很厉害吗？很厉害啊！你看这一张，哇塞，跟李新文完全同一个味道，两个脸都狠的，不知道狠什么。《大兵日记》我演新文的妹妹嘛。哎，哇塞，孙班长，哇，有啊，你呀，哇，帅哥，哎呦，你看这十几年前，哎呦，我要好好看一下，哇，孙文都没变嘞，你也没老，有啦。哦，这个照片好久了。对啊，超久。新闻是不是每张照片都是这样子？这个脸，没有，那时候演班长有不一样的哦。你看，好，这就是我们全体演员。对，对吧？大兵日记，对。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我就在身旁旁边。小刚激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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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瘦。激
激动。哎呦，李明一，对 Amy 啊，你说是不把谢金燕能把谁？是。是OK 好吧，那这一张是，其实这张我还记得这一张。等等，我也记得。这张根本不是为了要拍照，这张根本就是大家在树下没事喝饮料。可是我很好奇，康哥你为什么要故意跑到我旁边跟我一起拍照？小刚，我可以确定他那时候为什么要拒绝你？没有，你那太怂了嘛，拉呆嘛，你这个呆子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的？那时候在把他是黄舒骏，好不好？我每天唱情歌给他听，你没意义。那你不要把责任推给黄舒骏哦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两个男孩子在把你，一个就是小康说的黄舒骏，一个是他自己。他们两个在内斗了。哎呦，抢手抢手抢手。结果后来谁赢？都，我输了。两个都输了。那时候只是大家一起拍戏啊，照顾有好感嘛啊，同事。不过康哥他蛮 gentleman 的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从以前对他的印象都很好。他是怎么样 gentleman？ 请用。我不要。是吗？他会问说要不要给他拔，如果不给他拔，他不强求。他直接这样问你啊？是我比较欣赏这一点。哎，你们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我们那时候没怎样。对啊，为什么不继续加把劲呢？你怎么会把例子拔到一半呢？我问啊。他不太想要，哦，好吧，这样子啊，没有，我就跟你每天住吧，妈咪。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内心有事，你没看出来啊？是，因为我是不喜欢喝酒的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好吧，这个戏其实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嘛。对，收视率好像450，收视率第一嘛。对，把我们那个 Bibo 打败了。我不晓得康哥这么有潜力。那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兵。没有，我是说发胖啊。发胖，小刚太有潜力了。哇，这一季揍。以后啊，就是我们录影，就是帮我摆一个跑步机，好不好？我就一直跑。我要努力啊，我要努力减肥。我跟你讲，所以啊，各位年轻人啊。年轻的时候不要太瘦，长大会被人家侮辱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以前大家一起拍戏的时候。其实那个时候谢金燕来的时候，真是一个清新的感觉。嗯，因为才16岁嘛，可是那时候已经顶着那个美腿冠军的头衔。哦，我还记得那时候去华视录影。哎，16岁你要把人家，你那个是诱拐良家妇女，我未成年的。未成年少女，还好我没有让你。这个也是你这个不拔，还好你要谢谢他，他拒绝你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有问啊，啊你要不要让我拔？那你要到时候跟法官这样讲，我有问他让我拔，所以你就可以啊。所以你没有在一起真正原因是啊，你几岁？16岁啊，拜。哦，原来是你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是纯纯的爱，不一样。不过康哥那时候蛮浪漫的。怎样？今天做了什么事？讲，快点讲。啊，那半夜怎么样？还是没关系啊，小时候谁没有小时候？就他没戏，我没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因为海边嘛，我们就会去骑脚踏车，去海边骑脚踏车。斜立车吗？两人的，一人哦，各骑各人，然后去拍照。我靠，这一招啊，小刚。然后我们还有去泡温泉。等一下，我们是有穿衣服的泡温泉，而且还有工作人员。不过大概只有一两个电灯泡而已。穿泳裤。你穿泳裤，那他呢？他穿泳装啊。你去哪泡？资本，那时候资本，我忘记了。哦，难怪那时候你常常不跟我们团体行动，他常常说我们去想事情，去海边想事情。你放屁！他说拔马子，缴获历史去了，被发现了哦。没有，其实那时候因为在台中嘛，拍戏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台中是十几年前嘛，那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。不过那时候真的纯友谊啦，我觉得那段回忆还蛮甜蜜的，因为很好。因为其实我出道这么多年啊，我只有那段时间是觉得有很多甜蜜可爱的回忆，之后都没有了。